不想。不认识的哈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口罩都戴一半，怎么会认识？哪一个？耶，帅哥，耶！谢谢。新欢蜜饯，蜜饯就是他。嗨。哦，哎，这些都是茶树啦。就是这样，这个才称它为羊奶头，哦，是这样来的哦。那它种子成熟的时候，整个是黑色的，整个是黑色的。各位，你它在超市买的那个三星袋，跟这个不一样。它在什么地方不一样？我告诉各位哈，因为我们在平地买的那个三星袋是人种的，它是撒肥料的，所以它的梗很长。你只要看到梗短短，那个都是山上采的。你认为它是好还是不好？不好。这个叫第一。地上的衣服那个两个字第一，那对他为什么说是好呢？是对我们本身来讲好，为什么呢？你只要到山里面有看到这个树有长白白了，放心，这边的空气跟水没有污染。来，我帮各位拍照哦。好，感谢你。不要太拘泥于我刚刚讲的。有记者，我说马吉哦。去的，去的。起来啊！只有那简单的一眼，大夏之夜。
绑好来。你那么客气，坐下去。坐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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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把头巾帮男生绑上去。你那个阿美族的帽子要不要剥掉？赶这里来，快点！
这个金马奖的一个剑，加油！太多了，水太多了，大哥的水太多了，赶快有提示一下，水不能那么多。哎！杨家将倒杯水过来，来。还不快点跟上火鸡家族一起去旅游，每月固定的40人团体游览车旅游，以及随时发车的商务车8人包车旅游，客制化的旅游行程就等着你一起同行。